advanced car culture.这台雷克萨斯 RCF 的车主，然后这台车呢是由 The Wrapping 帮我做的贴膜，然后是 Hexas 的16红，然后有 SSR CV01S 的轮毂然后搭配了 Airrunner 的气动避震，还有 AFE 的进气，国内知名品牌 ATZ 的排气。感谢 Aaron 呢亲自操刀，然后帮我装了这台气动避震。感谢日本的师傅的到来，然后 Thank you Aaron 啊，拜拜。